3月26日，近来频频往返香港和内地工作的钟欣桐在上海完成工作后回到香港，吸引了数十名记者在机场等候。大约下午5时，阿娇出现在机场，她身穿黑色 T 恤加牛仔裤，神情轻松。OK 啊，咁你哋，但今日传消息咧话 Edison 喺北京自首，咁系咪惨事？唔知啊，今日话阿老板咧话你演个音乐剧，系咯，本应我冇话你演舞台剧添啊，但系阿生又话你唔错，我都系睇报纸先知。想唔想演啊？你自己本身？其实都有兴趣嘅，但系唔知啊，要公司安排啦。因为之前啊，大哥就话你会演啦，之后杨生我唔演，就系咯，其实演。